回こう別のアーティストさんのミュージックビデオに出演するっていうのが初めてだったので、すごく緊張とか不安とかいろいろ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ホールキングフォーの皆さんとかの温かいこんな言葉とか空気ですごい緊張もほぐれて楽しくできました。本当に私も聴いていてこの曲が大好きになりまして、このミュージックビデオを一緒に作っていけるっていうのが本当に嬉しくて、まあこの曲に沿った冬の恋人たちのちょっと切ないストーリーを合わせ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うので、皆さんにもぜひ見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すごくすぐにこの曲の市民報道者すぐに打ち解け会えたなと思って、今本当におしゃべりも言葉の言語が食べなんか関係ないのですごく楽しい方法でした。他完全看不出来，他只有四五岁，他至少都小我们三岁。然后他的一些表现和他的一些表现，很值得我们学习。他是从小到大都在培训，他都是一个很喜欢的小朋友。我当时在节目里面看到，少文在哭什么？我的一日情人没了吧？啊，你眼泪嘞？你眼泪嘞？你滴出来了、眼是不会累的、啊。那你的心呢？我的心你完睡满觉了。血泪，我刚心碎了。很开心，我们完成了第二支的 MV， Lily。这支 MV 也是跟 Kaleidoscope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第一首感觉是比较活泼，对，这首是温暖的感觉。因为这个 MV 它比较是有一个故事性啊，对。然后我跟 Amy。每次互看的时候就笑，哭笑，我不知道应该你有没有开心的笑、啊？有被电到？有啊。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就我觉得就痛哭了，就电影进去，因为很少会直接看一个女生这样看她，而且还对她唱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 MV 拍摄，我也学到很多，就是怎么跟观众之间对话，没有以前真的是这样看。然后现在就是学到了如何盯着唱，然后听他不害羞的唱歌。我最喜欢这首歌，我唱这首歌最喜欢放弃，而这首歌会在希望陪伴大家过一个温暖的夏天。